我在这个 YouTube 的 Edit 里面，我打 Grand Canyon 哦，那这是大峡谷哦，大峡谷。那当然一开始是这样嘛，我打 Grand Canyon， 那他找到大峡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大峡谷里面，我们会看到说，哎，哪一些是我喜欢的场景？那如果有你喜欢的场景，你就把它下载下来。好，那假设我现在觉得，哎，这个可能不错，那我就先点播放这个影片。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字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把它先关闭掉，然后我去这边同样的那些字打下去搜索，那应该就是这一片了啊。那是这一片之后呢，我一样把它点开。点开完之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到 Keep Video 上面去，然后按 Download。按了 Download， 刚刚如果它有一个阻挡的讯息，你就把它允许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下载。那你可以选择下载 MP4 WebM、3GP 或 FLV 哦。那就 Blender 而言，我记得它好像只能这里只能吃 MP4 吧，其他的格式我印象中它可能不能吃的样子啊。对，那我就另存啊，我就另存这个为 MP4 好了啊，那我就把它存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有 42.5 MB 啊，它等下载完了之后啊，你应该看到的就是一模一样的 YouTube 上面那个影片。好，所以各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下载创作共用的影片哦，记得是创作共用，否则你会侵权啊。好，那我们的下载说明到这边。